诶，哦，哦，好啦，翻开铺啦，咦，阿仲要听电话，奇怪下，我系咪都翻去噶啦？咦，我又认清者 ，OK， 翻去先。不是很在乎，但我真的有必要看星座比更加好，对我来说真的有点就是这个女仔她说很奇怪，还是这个是农场出摊，农场在木工人打扮的福雨师，材料呢个咧，呢个使唔使你？又玩紧啦！除咗系啦，中足膝头中箭一次，中一箭之前系曾经系冒险者之人，七盖中预测之前曾经都系一个优秀嘅潜水，系咪咁样咁讲？系咯，哦，开放夜晚潜水。但夜晚潜水的话就会卡到这个营业时间，但营业完之后就是完的了，即是那天就完了。 OK， 这样即是他现在叫我出去夜潜呢，他又想吃前晚，但是我又没有夜潜过，我又肯定没有起身，但其实夜行性的如果是好心可以的，但是有没有好用的员工，虽然好像这个人背到60度边，我望一望先，努力一把。如果換了他又好，但是這兩個人我又有些喜歡，不想隨便換了他怎麼。如果是這樣的服務來說呢，這個是啊，擺什麼崗位都 OK 的，好像是用著先啊，哇，但是他很貴喎，哎，用住先。加落嚟呢度。然之后系咪系咯冇嘢可以研究？我佢个睇下有冇佢想要嗰个嘢嘅材料。望先，黄大坤部酱油，我冇呢一个材料。但夜潛會不會潛不到這個材料啊？ OK， 我即管去試下夜潛一下，就算沒有這個黃大都可能可以有這個前晚，但夜潛就可能不可以潛太久。OK， 快手一點這樣就要，平時周圍都有的，好像現在都見到了。
莫非就系呢只？唔系，我呢只真系墨水喷嘅水母。等先。捉到一特殊嘅水母，跟住仲有前晚喺边度咧？喂，唔系揾你喎，唔知道。佢本来又话注意，冇迟过开铺嘅时间，但系佢好似系话有时间限制系，唔系。总之就系佢系话，只系会占用咗三分一嘅时间。买嘢，搵唔掂我，佢哋好似好想佢威胁我。哇，咁多俾佢撞到头，冇计，专注翻原本想做嘅嘢。前晚喺边度？唔系呢只我要搵嘅鱼。即系个女仔想揾嘅鱼，哇！嗰只追嚟啊，嗰只鲨鱼，系啊，呢个都唔系黄带鱼心啊，系咁读噶。呢条线就系目标嘅鱼。催眠咗佢，会唔会好啲啊？瞓着咗，好、哦。但系仲有嗰、那个，系咯，仲有嗰条鱼系话，点解搵唔到？呢一啲只有攻击性嘅鱼咯。即系头先条前鳗系咪都系攻击性嘅鱼？我實際上又真係潛到去，好難注意時間。佢有冇個鐘俾你睇？喂，anyway，我哋趕返去開鋪。開始營業之前，當然係要整理一整理呢個菜單嘅問題。都係之前個策略。盡量強化咗先，當然係唔可以強化到冇食材開鋪啦。呢個應該之前冇遇過嘅，都係咪 friend 準先？唔知道，以為你應該係，應該唔係廚師，係揀翻啲都係揸刀粉食嘅，係應該係冇事嚟嘅，瀑布半狀。听到爆嗰啲，唔听喎？咦，前晚先，我男人要嘅前晚，前晚帮我用晒，唔 好意思，今晚就系食唔到前晚。呢啲系，系啦，呢啲咁样嘅有个类似煲胎形状嘅，就系嗰个 event 里面啊，会 prefer 要有嘅菜式嚟嘅。OK，咁我哋避开避开呢啲菜式，三个，跟住，啊，睇下有冇啲 level 高啲可以摆下先。呢个我都有两盒，你付就呢个啦，咩先？
就咁開始一頁喎，開始得。下一個，係我睇你淨係負責斟茶都斟酒啦，係我都睇到應該好似係真係少咗少少。快，慢咗。咦，你要走？完啦。哦，系嗰两个系满足唔到佢哋特殊要求嘅。